郑文娟的另一张彩色摄影作品《天伦之乐》A4 大小横倒，拍摄了一间时装店的玻璃橱窗，橱窗入面有四个人体模型，两个成人女士模型，中间夹着两个小童的半身模型。成人模型的头被米奇老鼠头型广告牌遮住，而小朋友的人体模型头部就用米奇老鼠形状的气球代替。左边的女士模型上身展示红色通花针织冷衫，下身黑色窄身长裙，裙上印满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招牌图案。中间两个小朋友的半身模型，左边那个穿着湖水蓝唐装上衣，右边那个穿着粉红色连身裙。右襟有中式红色花柳，两件小童衫上都以较深的湖水蓝或者粉红欣赏圆形绣字，组成米奇老鼠头图案。最右边那个女士模型就穿着桃红色帽袖旗袍，领口和右下角裙摆绣有一束银色的银杏叶，形状有如一把把打开的线。玻璃橱窗里面左下角和右下角都有迪士尼系列服装的广告海报，左边有一个红色告示牌，以黄色和白色大楷英文写住第二件货品半价。作者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仿佛见到女儿小时候在自己身边的影子。